惜，我真尊重伊，因为我的阿兄是文心的，因为我阿兄是语文教导我，我看你这么有气魄，甲你结拜做兄弟，等于讲是看心肝话你吃。知影接你两个兄弟倒转来，我偌欢喜。咱你也会当做同一家啊！你爱用伊，无唔对，伊就是我的命运之一。我本当嘛真伤心，真怨叹。阿兄对我讲一句话哦，做人都爱知因报本。确实有影，阮兄弟若毋是你救，人家哪会听会知？你可真是阮再生的爸母。祝你甲伊拜堂了后，我有一段的中间真伤心，不过这款代志是无可能的发生，就从此比最强人。哎呀，前世我一张都无看到，前世我一面都无写到，你为什么你以为这么信任我？我对你的敬爱是百倍、一千倍。为什么你对这个小弟一点仔都无信用呢？我再三都想要相信你，但是前世在我面头前，我也从来没看过你的面相，我哪里知影你是假的？听过一遍，我犯的错误只听过一遍，这不是我故意的错，但是我就是不得不讲。变成这个罪人，连我的小妹，我小妹，我小妹在在哪里呢？快去啊！快去啊！快去！你什么人？你哪都不会见。我做完最后，为什么我外甥妹来替我相亲？